大家好，我是吴秋风，我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生化奇兵：无限之城》，它是2013年出的一款游戏。哎，你已经解锁黄金手枪和机关枪升级，找到武器并装备它们。好了，接受。一开始呢，就有一个女的跟我讲话。I'm afraid of you. 我害怕的是你。那这款游戏是什么游戏呢？它是一款动作类的第一人称动作类的 RPG 游戏，就是这样子。然后在里面有很多枪战要打，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做。总之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它的故事剧情非常的好。他给我一盒东西耶。What's this? What's this?But I do expect you to do all the rowing. And why is that? Coming here was your idea. My idea. 这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I don't believe in the exercise. The rowing. No. Imagine that's wonderful exercise. 吵架是很好的锻炼，你们在锻炼什么？锻炼嘴炮功力。Excuse me. How much longer? 对啊，我们要去哪里？看一下，看一下箱子里有什么。有一把枪，枪上膛了。有用，收到腰间了。有一个女的是吧？你，我没看清楚，她就翻起来了。我们要，港，那里是港口吗？好像到了。他们两个还在吵。这两个人是谁啊？不知道，反正就滑到这里，我们到了，某女士、某男士、某女士，哎，滑鼠可以操纵镜头，这里是什么？东塔，我一动也不动，他终究会动的，哎，我再不动你会讲什么？好了，不要再玩你们。我们爬上去啊，我终究会动的嘛，对不对？他们说的。Shall we tell him when we'll be returning? Would that change anything? It might give him some comfort. 他就这样划船走嘞，帮我留在这里。Hey, somebody meeting me here? I'd certainly hope so. It does seem like a dreadful place to be stranded. 看起来很像待在一个可怕的地方，里面或许有人。按上方啊，往箭头上方移动。他叫我往前面走，来走到这里。这个是灯塔是不是？为什么我要来一个到灯塔？我也不晓得。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说。这里有什么？敲门。哎，这里有字条哎。为什么上面有血迹啊？感觉好恐怖哦。敲门，我可以先不要敲吗？旁边有东西吗？这里哎，搜索木桶。木桶有。豆装罐子，哎，竟然有钱呢！哦，拿走，竟然有6块钱呢！这样子随便收人家的箱子好吗？来啦，先进来，敲门。Excuse me, Booker DeWitt. I guess you're expecting me. 你在等我吗？对啊，没有人呢，没有人迎接我。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闪闪发亮？这是什么捕鱼网？不知道为什么闪闪发亮，可以调查吗？可以调查吗？哎、欸，这里有东西可以调查哦，捡10钱币耶，捡1块钱，罐装生命，捡了一点钱，这个能调查吗？不行，这个哎，又有罐装豆子了，这里有吗？没有，刚刚怎么出现有？这一盆水池啊，我应该要使用水槽，先洗洗脸，是不是？我有洗吗？ Good luck with that, pal. 祝我好运！不要讲的这么恐怖好不好？我不是玩恐怖游戏。往上走。Hello? 有人就说话哦。搜索柜子。又有钱呢，还有古麦片。这里，好多古麦片。搜索篮子。哪有这么多古麦片呢、啊？这里，这个是什么？这里有，哎，使用电话，可以打电话给他吗？有人在吗 ？Hello， 有人在吗？有人在，请回答。没有，不理会我。那这是美国地图哎，这钉出来的路线是要做什么？不知道，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哎呀呀嘿嘿嘿，怎么？好了，不知道了，跨博了。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哎，等一下，
捡石，这里有捡石皮夹，呼呼呼，我捡到人家皮夹了，好多钱哦！可以看看外面吗？哎，那里好像烧起来了，为什么那边好像烧起来了？花心下面逮鸡了，不知道。我们继续捡哦，使用麦片，还有盐呢，盐。使用水槽哦，使用水槽。我想说，为什么上面会有水槽？原来是在下面。我不要使用水槽啊！这里有打斗的痕迹耶，然后有写字，发生什么事情了？哦，血手印，这里有血手印。怎么打成这么激烈？哦，人死了。Shit！ 这头。头被开个洞哎、欸，洞什么？不要怎样？我们，哎，中间那个字不会拼，捡拾一下，捡拾钱币。这根本就是虐待、欸。等下这个烟还没抽完，可见还有人在附近喽。烟都还没抽完，怎么会这样？好恐怖哦！这真的不是恐怖游戏吗？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我们往上走，再往上走，没事哦，没有人要偷袭我们，搞得很恐怖，有没有？敲铃，要敲铃。Wait a minute, that card. 有这个纸，他说什么东西？卷轴图样要敲一下，是不是？敲一下，然后什么钥匙敲两下，是不是？噔噔，然后剑，利剑敲三下。不是、啊、敲两下，然后呢？哼，门要开了是不是？这是什么怪声音？搞什么东西啊？这在搞什么？怎么搞成这样？这里有东西，先搜索一下木桶，有钱，哎，有钱要拿走。这在搞什么东西啊？我也不懂，发出恶心的声音，搞得很恐怖，有没有？哦，亮了两下。在做什么？不要搞得这么恶心嘛！不要吓我嘛！又在叫了，又在叫了！开个门而已嘛，门到底要不要开啊？开个门需要叫成这样吗？好像要开了。在动嘞，机器在动了。这有张椅子哎。你认真的哦？正常人不会坐上去吧？哦，我们走，我们走，坐下。坐在这上面。手被绑起来了。什么东西？朝圣者准备好。为了我的安全。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时空装置吗？喂、欸，枪掉了！哦，这是火箭吗？要去哪里？这要去哪里？要喷射了！飞起来了，飞起来了！要飞到哪里去？天造人！要去哪里？要去哪里？哈利路亚，这是什么东西？这里有天空之城哎，无限之城，这里就是无限之城吗？生化奇兵无限之城，再次说一下，我们是在玩这款游戏。这里好发达科技哦。我们现在只能靠这个小窗子往外看而已。这个老人是谁啊？不知道，不明了。然后这一款游戏呢是走科幻风，科幻风格。我们到了，我们好像到了，我才想介绍一下。那我们就继续吧。看来我们安全降落嘞。哇，来到一个世界了，来到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感觉好恐怖哦！什么新衣店？这里是新衣店，欢迎来到新衣店员。
是这样吗？到底要停好了没？哦，还有点久哎。上升很快啊，停好很慢。哦，你看他说什么？欢迎来到这座岛，是不是？啊，随便翻译。然后这里的人到达新伊甸。哎，开了。真。我可以走出去了没？把我的手放开啊！先放开我的手。哎呦，有，放开了。可以自由走动了，是不是？我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去哪里？设法前往城镇。这里是什么？按住 N 可以帮你导航前进。设法前往，这里有一条路N 有没有？N 就在这里。我们就走。所以这个是他们城市的市长。还是神，我到达天空之城，这应该是神住的地方吧？寿喜堂，这也是教育那个什么教会。走，四处看看，这里搜索礼品，这样会不会遭天谴呢、啊？搜索一下，有钱呢、欸，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遭天谴，拿走他们的钱，这样会不会遭天谴？不知道啦，搜索，搜索帽盒，空的，小田青盒，小田青盒有钱，这里，寺院，为什么寺院淹大水啊？刚刚在那里都有水漏出来，这里有东西，搜索篮子，又有钱，又有5块钱，他们钱都这样乱丢的，所以我不应该偷这个钱，是不是？得找个地方出口，不应该偷他的钱，对不对？不管了、啊，偷了都偷了，哪有再还回去的道理？这里有人。Where am I？ 我们在哪里？天堂。你认真的吗？所以你是天使吗？天堂嘞，这种话你也讲出口？我们往下走了，走看下面有什么。这个回旋楼梯，走到底哦。有人在什么？有人在碎碎念。这有点像是牧师、神父在碎碎念。旁边都是这种穿着白衣服的人，这边好像是女的，这边是男的。在杀戮我们的敌人。挤入人群，按 F， 闪开，让我过去，好不好？拜托你们了，让我过去。我要接受受洗吗？我不是很想哎。对，我只是要去城市而已。Brother, the only way to Columbia is through rebirth. 通过受洗获得新生，才可以去城市哦。干嘛搞得这么麻烦？要接受受洗啊！一定要接受，是不是？不然就要回火箭了。哈利路亚！接受受洗，进入城市。好啦，他再次强调我了，不得不受洗，有没有？受洗就是把整个人的头浸到水里面，泡在水里面了，快溺死了，你可不可以？你这个有没有什么白内障啊？什么不够干净？哪里不够干净？你是想溺死我？哎，黑画面了，这是怎么回事？Who's there？ 这里是哪里？把女孩带给我。Open the door。谁要打开啊？我不会这么做的。有没有东西可以拿 ？Mr. DeWitt， 一定要打开哦！我现在没其他事可以做了。也不能搜索。700。不得不开是不是 ？Open the door。好了，我开。
谁在这里？哎，没有人。一打开是这什么？天空之神炮击！哦哦哦，我被炮击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这里就是新衣店了。所以我们到达城市里哦。新衣店花园。对啊，我刚刚差点被淹死哎。我必须找一个路标，告诉我在哪里。找到哥伦比亚雕像。黄金钥匙。伊甸园凌驾工全世界的工业，所以他们才可以飞在天上，是不是？他们一直在拜拜拜啊！不要再拜了，不要再拜了，站起来，站起来啊，站起来哦，承受不起，快快站起来，不要再拜了哦，承受不起。好了，不要玩了，我们走。不想他们在阿门。把水灌入我们的肺中，这样子容易得肺炎吧？哎，不要随便这样子做，好不好？嗯，蜂鸟哎。刚刚我看到蜂鸟哦，在这里，这里有没有蜂鸟？你有什么话讲吗？火焰之剑，天使之刺。Watch over me, and lend me strength, shield my mind from fear and doubt。他们都喜欢跟神祈祷这个吗？他在讲这个吗？天使之力，火焰之剑，天使之力。有没有这么神奇啊？你要跟我讲什么？这里有暴政是不是？我以为这边很和谐耶，这里不是伊甸园吗？听我的祈祷。好了好了好了，我听到你的祈祷了，好不好？看一下这两个人。长剑卷轴钥匙之名，阿门。为什么要以这三个？这三个的信仰吗？这个是这里的信仰。Only providence, and that you see its divine hand at work, you discern the transmundane. 这里的人信仰都好虔诚哦。不仅仅是科学。Just because the city flies don't mean it ain't got its fair share of food. 城市起飞。All right. So gotta go find. 布克讲话好直接哦。哦，他果然不信这些，有没有？城市起飞不代表那个白痴会减少。我手上有一个 AD 哎，那是什么东西？我刚才不小心看到的。这就是无限城吗？飞在空中，伊甸园，新伊甸园。桥慢慢放下，是不是？连接起来了。新伊甸园广场。这好酷哦！还有上面还有轨道车哎！我最爱公园。你在这边，你们两个在这边干嘛？还会害羞吗？从未吃过蛤蜊，呵呵呵，吃过蛤蜊有什么好笑成这样的？使用爆米花增加生命值。使用热狗增加生命值，要付你钱吗？都吃完都不付钱的，超爽的啦！吃完不用付钱，超爽的。这也是搞庆典的好日子。我不走了，我们继续往前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哇哇哇，好帅哦！我觉得这个长得有点像什么林肯之类的，所以这一个应该是他们的城市的开发者之类的吧，才可以在这边。康姆斯托克天赋。哦，这就他的名字哦，还在这边野餐呢。只有责任。我可以翻你的箱子吗？不行。你们还在这野餐？这里看起来还蛮和谐的、啊，哎，跟前面那个人长得好像，跟前面谈情说爱的人长得好像。这里是哪里？一家店里。哦、
永远不要雇佣艺术家。哦，这里有擦皮鞋，擦皮鞋的行业。这里有东西可以拿吗？有东西可以搜索吗？我完全没在听他们讲话，我就在搜索。哎，这里有东西耶，这是什么？收取留声机。哦，按 Z 播放你的留声。等他们讲完好不好？按 Z 可以播放留声。等一下我来，这保险箱有东西吗？没有，不能拿。不要跟我讲细节，把它做完就对了。有有抱怨完了，我看一下我的留声机。扎卡利·康姆托斯托克。啊 ，City。好了，我听不懂了。可以收起来吗？我又听不懂。这里有一个这个播放机，看一下播放机。好了好了，哎、欸，播放机耶，哎、欸，这是同一个人吗？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先知语录，在最黑暗的风暴中，噔，我们见到了阳光。啊，瞧，我们遇见了明媚阳光。真的还假的？接下来伟大的先知要揭露什么？我们的先知，这个就是先知哦。剧中，哎，怎么这么快？太快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就只说在风暴中遇见阳光，就这样哦。现在要往哪里走？我一找到哥伦比亚雕像啊，他叫我往这边走，我就往这边走，我就直线的往这边走。这里有人呢、欸。有人在喝咖啡吗？人民之声。Latin， 拉丁语啊！现在还有人在用拉丁语吗？难怪那个人笑了两声。嗯，这是个街道哎、欸，小朋友在玩水啊！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小心感冒。继续往前走。呵呵呵呵，这里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庆典啊？还有马哎、欸。这个马是机械的哎、欸，不是真的哎、欸，好酷哦、喔！在赢得战争之后，哦，在游行哎、欸，好酷哦、喔！这是在介绍这个国家的历史吗？然后拿到一个小孩子。这个才是我们城市的未来。先知说，带领下层的人走到正路。哎，哦，我刚才一直在看游行队伍，没注意耶，远远往这走、哦、是吗？找到哥伦比亚雕像，我们继续走了，继续找到哥伦比亚雕像了。这个城市还蛮大的耶，很壮丽耶。一开始我们是接受什么委托？哥伦比亚抽奖暨展览，1912年，这太有趣了，这太有趣了。我们的实况，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了啦。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找到哥伦比亚雕像。我们下集再继续找我们的哥伦比亚雕像。目前还在这个城镇观光旅游，哎。你们在这边看风景吗？好啦，谢谢你们的收看，谢谢你们的收看啊、哦！不要再看我了，我们下集再会，拜拜。